大家好，我是老爹，欢迎收看老爹玩高嘞，耶、yeah! ！各位观众，今天呢，我们要做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哦，因为在高嘞发售之后啊，打蛮多次的啦，那就发现其实路上有很多不同的玩家，他们的按法都不一样哦。那我看到了有几种特别的按法，今天想说来试一下好了。那我自己做整理呢，发现有四种比较特殊的按法啦，我们今天就是来测试一下这些按法呢，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效果了，好不好 ？OK， 那么我们就一个一个按法来测试一下，好不好？首先，我们来试一下第一种按法。第一个按法，我们用指甲按，这是指甲按，这样子刮，这是第一个按法。哇，我太晚按了，我们等一下再试一试。意外的遇到洛奇亚，我们先打洛奇亚。来，再一次哦，指甲按哦，指甲按哦，来哦，他其实就是用抠的，其实不错，是蛮快的、啊，蛮快的。哇，失误。哇，落下好硬哦！啊，你要被揍了，斗戏！哇，超痛！啊！哇，35，残了。没有 ，Q 大破啊！挡掉再当个七。碎哦 ，Nice。Nice。现在不是要耍废吗？然后这样路卡利欧会活着，然后路西亚才会有捕获几率比较高。真的假的？应该是这样吧。我看人家都这样。来转，来好路西亚哦，人生第一张传说。太好了，超级强。那你那只雷公是怎么回事？这我哥给我的。啊！哭啊！有哥的孩子像个宝。哭啊！好，这是我们第一次，但是因为刚没有拍好，所以我们再试一次用刮的，再试一次用刮的。洛奇亚跑了，哭啊！来哦，用刮的哦，用刮的哦，这次我们认真刮。是有点慢，还是我刮的方式错了？我觉得你没有刮到点上，没有刮到点上哦，没有刮到点上，没有刮到点，刚顿掉了。用刮的，好像没有到很厉害，可能我刮的方式错吧，给大家参考一下这个用刮的方式好不好？炎帝耶，大家怎么下？三星喷火狼，第二次用暗的，我们
用衣袖摩擦，这是第二个按法。哦，好酸哦，好像也差不多，好酸哦。其实这样比较累耶，这样很累耶。还是很累啊，还是很累，两只都抓到了，两只都不要。来哦，来哦，额外的哦，来哦，再试一次哦。我们用转的。欸，其实我觉得有啦，又比较快啦，有啦，可以啦。指甲可能我还不太会，或者是我可能指甲比较惨吧。再来，我们要试第三种按法。第三种按法呢是用敲的，但这个好像用按的跟用按的没什么两样，只是好像有些人觉得像在打鼓一样用敲的会比较快。我们来试一下。我们来试一下，来试一下哦。啊，好痛哦，哼，好痛哦。我发现不能用敲的，要指尖点，指尖点。哎呦，十万伏特！好，那我们紧接着要试最后一次按法了。最后一个按法呢，是用手指前端，然后这样子按，像啄木鸟一样这样按。然后记得它的诀窍就是你的前面要出力，因为通常有些人出力的时候会发抖嘛，就是用这种发抖的方式。这个好像比较有戏一点哦，我们来试试看。来哦，指尖前端啄木鸟方式。哇，284，可以耶，这个蛮好的，蛮好按的，虽然我还是没按到300。啄木鸟，哦，很累，终极福特黄黑闪。Nice， 感谢你啊，连美鹿龙。哎呦，闪亮亮的球！各位，我们的皮卡丘收不到了，第二只是新皮卡丘，哈哈。来拍片，意外得到第二只是新皮卡丘 ，Nice， 第二只。好了 ，OK， 总之呢，就是我们今天这个。四个按法的介绍了，好不好？虽然，可能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没什么效果，不过可以自己去试试看，好不好？因为这些方式都是我看到一些身边的朋友啊，或是一些路人啊使用的，我想蛮有趣的，然后来分享给大家。大家也可以回去可以自己去按按看，看看觉得好不好用啊，好不好 ？OK， 那么今天影片差不多到这里。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订阅我或来我的粉丝按赞。有任何问题都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。那么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